说太多，想太多，故意让感情冷掉，不知道一句抱歉能换回你的拥抱。好与不好，你明知道痛苦多寂寥，简单的伪装着彼此幸福没来过。曾经错过的留恋的已不重要，不需什么理由去辩解。现在我需要勇气向你呼喊，把我忘掉，想站在开始结束间，一场持久的爱情注定会回到无悔间，让我这样一直恋着你不舍输掉，深情的幸福的失落的，我希望的绝望的伤心的存在。萧木，长明，啊，谢谢啊，您慢慢聊啊。哎呀，这是你父亲。嗯。伯父啊，比照片上帅，精神。照片。啊，我是说呀，这个伯父啊，精神，这个有其父。必有其女啊。您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是我姐姐让您来的吗？她还好吗？你姐姐现在可好了，那通告是一个接着一个，这个很多广告商啊都排着队的让她代言呢。哎呀，现在呀，我想请她吃顿饭那都得预约呀。现在呀，小文带着她呢，小文呢也是我们公司的宣传啊，跟了我很多年了，以后啊你们也可以认识啊。我现在啊在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，就是你。我对，来看看这个。不不不，让我做艺人，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的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没指望你能当场答应我。这合同啊，你就留着，你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我就是一个乡下人，送送外卖还行，怎么能做艺人呢？绝对不行，您别跟我开玩笑了。再说了，这张脸有我姐姐一个人就足够了，我还没她一般好看呢，不勉强。你不要这么说对自己嘛，我认为你就行，就算是不会演戏啊，你姐俩就凭这长相这条啊，这已经成功一半了。还有啊，你们是姐妹俩，这一加一是大于二的。还有啊，你也要相信明哥的眼光嘛，这明哥的眼光那在业内他还是顶呱呱的。就拿你姐来说吧，当年他在茫茫的人海之中，那我一眼就发现了他呀，我就直接把他拽了出来。我能拉他一把，我一样也能拉你一把。这些事儿啊，这你姐啊，她是不会告诉你的。但是说真的啊，你姐有她的今天，靠谁呀？靠明哥我呀。哦，对了，我来见你这件事儿啊，你可千万别跟你姐说，因为你姐啊敏感，心思重，我怕他知道了以后啊，影响工作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跟姐姐说的，因为我也不会签。行，晚安，今天不逼你，啊，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说清楚，明德公司的大门，随时随地的为你敞开，这联系方式呢，这合同上啊，都写的清清楚楚，如果你改变主意了，你就来找我。
哎呀，看到伯父的气色好多了，我这心里啊也就放心了。但是啊，他这个病啊，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都怪我当时啊不在现场啊。现场？啊，我是说啊，我在医院里啊有熟人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啊，你就把明哥当自己人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这个合同啊，我今天也不逼你。对你来说呀，这毕竟是人生的大事儿，这害怕有顾虑那都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个人嘛，但凡要是有能力还得努力工作往上走啊，创造更好的条件回报父母，这才是孝顺的，你说对吧？这个合同啊，你就留着，没事多考虑考虑，这没准啊他就想通了呢。啊，默默，我还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下次见面呢，我带团队给你见一见。好。对了，江叔，之前说好的，我的人可以自己带吧？嗯，只要不是原则的问题，我不干涉。好，江叔，合作愉快。虽然我只是您带的艺人中的其中一个，但是您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折，我会努力，也希望您能对我尽心。好。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个助理？不用了，我已经有合适的人选。江叔，那您先忙，我先走了。木木姐，啥情况？咱们就没见过了，你怎么来我们公司了？你是不是在忙啊？才杀青几天啊，你是土豆会回声啊，怎么又开始怕我了？木木姐，你真是，我怕你干什么？你来找江叔？我先走了，过几天还有访谈，到时候见。他刚才是不是瞪我了？啊？我刚没看到。他这样看我？应该是瞪了。看到伯父的气色好多了，我这心里啊也就放心了。都怪我当时啊不在现场啊。哎，帅哥美女，菜来了，来，筷子在这儿。慢用啊！哎，老肖，你没上网看看？看什么呀？你挺能啊，
我说你这手术怎么拖了那么久，进了城你就麻溜做了呢？你真了不起呀、啊、听说你跑到人剧组去碰瓷儿去了。你这孩子也不白捡，一捡捡两个，哪个有出息你用哪个哈。记住了。江婶来了。哎呦，又来了。哎呀，不吃两口啊？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，你下回再来啊。好好好好，回去回去。要不你考电影学院吧，你喜欢爸就供得起。爸，瞎说什么呢，我这个人又不喜欢读书。你和叔叔被人买了营销，现在正在风口浪尖上，你最好别让叔叔看到，他不了解娱乐圈会很往心里去。我最近犯小人，千头万绪，不知道是哪家媒体在炒作这件事儿，但是我这边在努力往下降热度，一定会压住。你放心，照顾好自己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姐。据我们所知，《初雪之下》已经拍摄完毕了。最近两位休息的还好吗？休息的还不错，好不容易放个假，打算好好放松一下。姚老师最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吧？把失散多年的妹妹追回来了，感觉如何？哎，你们两个生活在一块吗？感觉当然很好了，亲情嘛，总是最可贵的。他刚才问了两个问题，你第二个还没回答呢。那你们两个会组合出道吗？我们是演员，怎么可能组合出道？又不是唱跳偶像。哎，因为外界一直有这样的猜测，从你出道开始就有号称三千年难遇到的美貌，现在美貌变成双份的了。梦梦是开心还是担心呢？是不是担心被双胞胎妹妹取代啊？我好羡慕梦梦啊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我没有双胞胎，主持人都不搭理我。我现在给你报绯闻还来得及吗？那宋慈你就得……哎，我可没真让你问啊，我没有绯闻，只在戏里有爱人。咱说戏吧。哪部戏哪个爱人啊？是我吗？采访之前你都不对提纲的吗？我对过了，也跟他们说过不聊这方面的问题。他们憋不住要临时问，难道你就不能站出来临时阻止吗？他们每问一个问题，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去打扰我妹妹，你懂不懂？助理怎么了？谁？我没有助理啊。那他是？他在半分钟之前就不再是我的助理了，你觉得你还需要留在这吗？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么生气，妹妹是你在发布会上抢了所有人的风头，公开承认的，宣传点是你自己造出来的，现在别人提也很正常，而且这是天然的热度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不应该就这么放过，更不应该当场黑脸。第一，我没有生气；第二，我没有抢妹妹的风头。问这么敏感的问题，伤害到我妹妹怎么办？她一个素人，要是真被什么黑粉盯上了，多危险！第三，我身上的热度和宣传点有的是，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挑挑拣拣？第四，黑脸怎么了？黑脸就不是宣传点了？哇，这次你一个问题都没漏掉。那我直接说第四点吧，我觉得黑脸啊，可不像是你造出来的宣传点。你刚才生气的样子，超级真实，我觉得你真的被气坏了。还是说你只是因为快解约了，打算借题发挥，开掉那小姑娘？我可没有。梦梦，我来了。
要的咖啡。还说没有呢？您这墙角都挖好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您看您说这是哪儿的话？我不跟着梦梦，还能跟着谁呀？好好好，我道歉。为了给你赔礼，晚饭我安排，赏个脸呗。咱们在一起拍了这么长的时间的戏，总不能一拍完你就把我当成陌生人了吧。和长明解约的事你聊得怎么样了？到期不续约有什么好聊的？那团队里有要带走的人吗？比如沉默。他不是已经走了，我怎么带啊？菲力五分熟，谢谢。我记得在剧组的时候，全熟的酱牛肉你都嫌不够火候。确定要五分啊？你记错了吧？我怎么会吃酱牛肉呢？糖分、盐分都超标，我一向很自律的。而且就算我吃过，现在也不会承认了。可是五分熟有血丝哦。我在国外都是吃五分熟的，以我现在的心情适合见点血光。你戏里戏外变化好大。有吗？怎么想戏里的李荣静了？她又温柔又可爱，还傻乎乎的，真希望你一直那样。真希望你早点走出来。牛排怎么样？这家店是新开的，很多人都在推荐，我还不知道好不好吃。不怎么样，不会让人想再来第二次的水平。唉，果然还是不能相信江叔，他还说自己是个老饕呢，推荐的餐厅啊，没一个能吃的。环境还不错，相比口味好的路边摊、苍蝇馆子，我情愿坐在这里嚼了。可是你带你去吃过路边摊吗？我记得。想试探我？偶尔我也会做一些完全不像我的事情。嗯，我也觉得现在的你比较像你。我觉得大学四年说的话都没有今天说的多。你开玩笑吧，在组里说的话也不多吗？大学第一次见面你就开始嘲讽我，跟我有仇一样，连被记者拍到同框都觉得是我抢了你的风头。唉，其实还真的挺怀念剧组的，你对我那么温柔，还那么喜欢我。怎么可能？你记错了。就不会是你记错了吗？我记性很好。嗯，你记性的确很好。那你怎么不记得和我来过这间餐厅？原来我来过这里啊，谢谢你的提醒。其他事情呢？用不用我一件一件的提醒你啊？没关系，其他的你就留着，等未来我们一起跑通告、上综艺的时候，慢慢的
一件一件的提醒。好了，我的车到楼下了，我先走了。明明是你自己记性不好。我们梦梦啊，自小啊练习舞蹈，那芭蕾舞跳的绝了。梦梦，跳支舞，咱们大家这个助助兴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我穿高跟鞋，我可能跳不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你把鞋脱了，光脚跳啊，我给你拿着啊。哎呀，我去爱洗手间。啊，小心，孩子，上过什么场面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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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干了，来。这里是男厕所吧？等会儿咱仨再喝点啊。从里面把门锁上，别出声，等会儿回来。正在打扫的立牌，希望能够挡住其他人。你先把这个穿上。那我怎么还给你啊？不用还给我。那我不跟你客气了，谢谢。我会还给你的。我知道你是谁，宋慈，对吧？你第一部当男主的戏，我从头追到尾。他们说你没长开，撑不起角色，但我觉得你演绎的刚刚好，青涩，有少年意气，很好。而且，九月份我有可能跟你成为同学。我叫上次的事情，谢谢你啊。不好意思，你是？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陈先生，感谢您来参加我们今天的面试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同事了。那真是太荣幸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看到您的简历上有一段时间的空白，您是这一年的时间在家里休息，没有出来工作是吗？你知道，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欺骗是什么感受吗？不，我没有休息，我做了一段时间的狗仔。您是说您做了一段时间的娱记是吗？不是，
我做了一段时间的狗仔。小莫，我今天去面试新工作了，你说我应该接下他吗？这回是真牛逼了，家园可是很厉害的影视平台。面试的时候你说自己之前干过狗仔，人缘妖孽，你有这个能耐，当初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做狗仔？当初不是着急吗？想着这行来钱快。那你之前带的艺人怎么办？他有他自己事情要做，不需要我了。那个你俩刚刚萌芽的爱情呢？我喜欢他，干他什么事儿？他又不喜欢我了。哦，我先走了，晚上见。哎，你都上班了，你还住我这儿？你到底有何居心啊？我看上你妹妹了。我妹妹？走啊。服装怎样？不明白给你的誓言和未来无动于衷。哥，把大家都布置现场了。掏空。好。总有太多的举动。就是初雪之下就是已经拍摄完毕了，两位休息好吗？躲不开的伤痛。不倔强的。幸福从指尖流走，是否让我爱你的脚步变迟钝？为何你不懂解不开内心深处？停走吧，其实想离开这份情，我试着去看淡，在你面前存在控制不住思念，给你的誓言到永远，明白的爱现在依然还存在，就这样等待着你的出现，彼此的依赖，时间流走的誓言，我们彼此等待，别拒绝我给你未来，别拒绝我给你的未来。我一说话你就不爱听，您的话剧都排了那么久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演？演多久啊？这个呀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哎，听说家园那边的人也过来了，就是上次帮过你一把的那个。就上次帮我推上戏那个。嗯。你好。思思，好久不见。自打你从杨梦归那儿离职以后，再也没听过你的消息了。你这是？我现在在影视平台工作呢。怪不得上次我被选定演了家园的戏，原来是你帮的忙。谈不上帮忙，正好合适。是因为合适呢，还是我帮了杨梦归？杨梦归怎么样了？自打杀青之后我没联系过他了。我也很久没有联系他了，希望他一切都好吧。是啊，真想见见他，也想见见他那个双胞胎妹妹，看看是不是跟他长得一模一样。
陈老师，您晚上有空的话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思思想为上次的事情谢谢您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晚上有约了。我和思思交情，也不差这一顿饭。刚才我看好几个人都给打掉了，你现在可是红人了啊！这附近影视公司多，他们说也正常。正常什么呀？哪有像你这样，刚入职一个月就救回了一个大项目，接着就升职加薪成为大佬。我要不是认识你，我还以为你跟你们老板有什么亲戚关系呢。要是真有呢？那不愧是你，你少胡说。哎，我说你现在不用转移注意力了，没必要把自己搞那么辛苦。一晃好几个月了，当初要死要活的，现在这不也挺乖了吗？杨家那小女孩病情也好转了，虽说你把卖房的钱都搭进去了，挺傻缺的，但好歹也算是救条人命吧。是啊，也就这么过来了。有时候不想想，都快把当狗仔的日子都给忘了。记那个干的都是些烂事儿，你说你给姚梦归当牛做马的当经纪人，一转眼把你给甩了。你就再没去姚梦归那儿，你就一点都不想了？有什么好想的？都过去的事，不想。姚梦归，你真不想啊？姚梦归，姚梦归是谁啊？这闹钟还没改呢，蓝斯，你算了。你跟他的事儿吧，别放在心上，过去就过去了。知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不是故意把外卖弄丢的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不要想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但是我可以双倍赔你钱。我差你点钱吗？让我投诉你，我等了你30分钟，你赔我30分钟吧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要问你，可不可以？叫外卖关你屁事啊！把手给我撒开，走，我一定要投诉你。你不要，听见没有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走，我不会让你再干下去。我说，你怎么还真动起手来啊？你觉得他那个样子像说话能解决问题的吗？哎，那倒也是。哎，以前没发现你还挺能打的呀。走吧，接着喝酒去。还喝？这都几点了？我得上班去了，好几个明星在宾馆等着我呢。好好，去去去，你说喝多少，咱就喝多少，行了吧？咱们上午呢，主要是拍摄一些你在家生活的细节，自然一些。待会儿咱们不要总和摄影机对视就好了。还有一点，不要给梦梦特写镜头，因为今天妆感略微有点浓。好，好，好。哇，梦梦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就爱拍你这种艺人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这边就开始了。拍吧。太会了吧！我呀就喜欢这种自己会找点的艺人，将来一定前途无量。到时候咱们这边播出来的效果一定不错。等我回放给我看看，刚刚躺下的角度有点不太好。
跟姚老师回房看看。好。姐，你怎么坐在沙发上吃零食啊？你吃的到处都是，你自己也不记得洗。还有啊，你平常出去的时候，把你房间、客厅的窗户你都打开通通风。哦，还有还有，老板点菜，桌上有菜单，你自己点啊。我没看见啊，那不就是？让开！你忙什么呢？接不出月之下要上映了吗？我们平台是主投资人，有很多事情要安排下去。唉，跟艺人打交道太难了，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份工作。那你想干什么？你还想当经纪人啊？你是想当经纪人，还是想姚梦归那张脸了？我这是对姚梦归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。之后电影要上映了，我还跟他宣传呢。哎，那个电影什么时候上映啊？马上就定档了。对了，你要跟我一起去看吗？有病吧？谁要一个大男的去看《初夜之下》呀？喝水。你说走就走，也不跟我打个招呼。你说什么？别装了行吗？这儿就咱们两个人啊。我说姚梦归，对，你叫什么？哦，你是我姐姐的朋友吧？我是姚梦归的妹妹，我叫肖木。我说我刚刚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呢？你是那个田思思对不对？我小时候看过你演的戏，你演的可好了。你现在才认出来我是田思思，你是不是想嘲讽我过气了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还是说你的心思都用在怎么糊弄我上面了？忘了刚才进门的第一时间把我这童星给认出来，你这演技还是不太行啊，没了剧本就乱发挥，还得再练练。今天来你这儿就是吃碗面的，吃完我就走。我其实一直都在怀疑这件事情，前两天我见到陈默了，我试探了一下他，没想到一听到你的名字，他整个人眼神都变了。我果然没有猜错，戏就是你拍的。你胡说，这戏不是我拍的。你没事吧，爸？没事，我刚吃。你先别说话了，上次医生就说怕你受不了，只放了一个指甲，现在还有一条血管堵着呢，你光吃药哪有用啊？对了，你应该是开车来的吧？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带我跟我爸去一趟附近的卫生所，不远的，走路过去也就20多分钟。哎呀，卫生所哪里能看心脏病啊？你真搞笑，爸。
看来真的是要出枪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，但是你真的误会了，我们真的是初次见面。好了好了，我跟肖叔叔可不是第一次见面了，之前在剧组他来探班的时候我们就见过了，可他到底是来探谁的班呢？姚梦归吗？我先走了，如果后面你需要我帮忙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我的电话你有的。肖雅山家属吗？对，我们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了，之后可能需要你们转院。啊？再连累姐姐了。我在医院里啊有熟人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啊，你就把明哥当自己人，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明哥，太谢谢你了，还特意让你跑一趟。那行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默默，上次跟你说那个合同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啊，默默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，明哥不是那意思。即便是没有合同这事儿，我今天也得来医院看伯父。哎呀，我能帮得了你一时，我帮不了你一世啊。哎，这事儿你姐姐知道吗？木木啊，你可能对我们娱乐圈吧有些误解，其实我们娱乐圈挺好的，就是一份简简单单的打工，兢兢爱业，赚钱养家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。我都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呢。你刚才听见医生说什么了吧？这个支架呀要尽快做，这血管可等不了，这万一啊往 ICU 里一送，住上一个月，那红太阳餐厅那都得卖了。行了，这个好话歹话我都说了，你自己掂量掂量啊，我还有事我先走了。先问问要多少钱，再想办法吧。您好，407室三床，肖远山。三床已经结过了。已经结过了？谁给结的？长什么样啊？是个男的，刚走。
整个夜晚望着模糊的远方，我就这样一直流着泪，离开你觉得太空，你的泪眶一次看就够难忘，没那么容易离开你的身旁。Wanna be a part, don't wanna be alone. 你的吻不会迟来，我的爱不再等待。I wanna see you now, I wanna love you again. 偶然一个眼神，爱上。爱上你。